窗外雨声滴滴答答，三天三夜都还在那儿下，又是我最爱的你呀，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。兄弟们，今天我要玩的游戏是森林之子，我神经俊对天发誓，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肯定比野人还野人，做野人的第一步就是日历蹦出来了，原来是明天要洗澡了。不对，让我看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，上一次洗澡2022年2月、啊、开个玩笑，我神经俊那可是异常的干净，补充一句，钱包非常干净。那么当野人的第一步肯定是招募小弟，就这货，游戏分配的 AI 不是我说，就我家那老母猪也比他聪明，还不如一个人玩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，还要队友干啥？不，这队友虽然傻，但是不会不听话，如果不听话，一个手雷让他趴在地上哭两天半。游戏前期没有给我 RPG 和 AK47 突击步枪，就两个小本本教我们怎么建造东西。不是我说，这东西网上一搜多简单，一分钟都用不了。不过为了游戏的可玩性，关于游戏剧情以及洞穴攻略我是一点都没看，相信我，也就是之前玩了好几遍。看这个东西 GPS 定位，我寻思着都有这玩意儿了，应该能想办法发出撤离信号吧，非得去找队友，要是我果断修好直升飞机然后开溜。咦嘿嘿嘿。第二步，钻进别人的山洞。实话实说，我没有通关森林一，但是我觉得二代还是很有希望通关的，毕竟多了一个听话的 AI。 前面这个山洞跟好兄弟一块探险应该不恐怖吧。先往里面走走，看他跟不跟我。果然从他刚才摇头的样子我就知道结局了，在洞穴里面找到一些资源，这些资源虽然用处不是很大，但是满足了我这个垃圾佬的内心。野人开玩笑，这个游戏哪有野人呢、啊、除了我自己。前面还有一个山洞，三个人在这里罚站，看来野人还是挺喜欢学习的嘛，动不动就让同学罚站。接着我撕烂衣服做了一个火把，然后把亮度调高一下，凭我的经验里面肯定黑的啥都看不清。走吧，现在没问题，钻山洞的时候还是有一捏捏的问题，我的显卡差点就没了，钻的时候非常卡顿，顶着被显卡网爆的风险终于进来了。哇，这里面这么大，应该会住着几个可爱的野人吧。来来来，让我跟你们学习一下怎么当野人。但是这个里面没有野人，只拿到一个空气瓶，别的转一圈也没啥，还是出来吧。出来之后看到了一个野人营地，我当时就想，你们这野人都学会搭帐篷了吗？不能给自己做个衣服吗？不行的话你们教我搭帐篷，我教你们一边凉快去。算了算了，仔细想想，我神经俊是什么人，是有点神经的游戏癌晚期，绝对不是什么莽夫。关键是我没有枪啊，要是有枪的话我比谁都猛。在另一个山洞门口找到了一根电棍，这可是好玩意儿，野人过来只需要一下就可以帮他接网瘾。前面这个山洞不进行深入探索，别问问，就是已经看过攻略了，里面全是野人，非常的恐怖。之前我在这个洞里面搜东西，脸上突然蹦出来一个排骨怪，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？现在想想，那没有一个点赞是缓不过来了。然后我就去了另一个山洞，在里面发现了 3D 打印机，不是，荒岛能有这玩意儿？看来我离游戏的剧情有点接近，有点接近。这里面可以打印很多东西，我觉得不如打印出来一个迪迦奥特曼变身器，直接变身飞走它不香吗？最后打印了几把弓箭，一个红色面具，一个水壶。哎，至少今天拿到了红色面具，以后应该就可以好好的做个野人了。不过这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虽然我玩的比较菜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在我的评论区提提意见。好了，我是神经俊，记得赞好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